但是我跟他之前是认识的，哎，很难说，其实是大家第一次，对，是打乱的顺序。 那当时我对欢欢的印象就是他坐在靠窗嘛，然后他就真的确实两个人没有怎么说话，然后我有就是偷偷的这样斜眼观察了一下他，他就是那种很稳静，然后不说话，脸上看不出是开心啊还是不开心，反正就是这样就头靠，对对对，头靠在那个玻璃上，然后就这样一直看着窗外，然后我当时哦说这个女的可能跟我不是一路的吧，还是不要打招呼。<笑> 都知道，五位都是毕业于深圳大学，在读书时期就已经是不少人的校园女神了。嗯，当年你们的出道是，谁说的？<笑>当年你们的出道是很偶然的，所以现在，当年出道压力大一点，要大呀，大了。
新的东西。然后就是一个，对，刚刚提到了 B 站也会有一些你们的视频，就是无论之前还是现在，记得我的舞蹈在 B 站都是十分的火的，那每次新歌发布点击率也很高，那么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喜欢你们的朋友的翻跳，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跳，然后有没有什么点评能够用你们的角度来点评一下我们一些 UP 主的一些作品。是真的很认真。对，而且是真的是一比一的那一种原版的服装在跳，好认真，是不是？很认真，很走心，就很 press。对，速度特别快。我们今天刚发的舞蹈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优秀的翻跳，速度非常吓人。特别吓人。七朵，区别于其他女团啊，现在大家也知道女团崛起，但是你们有自己的特色，就是中国风，将中国的古典的元素跟流行元素结合到一起。那么就是在你们已经发布的歌舞女团崛起，但是你们有自己的特色，就是中国风，将中国的古典的元素跟流行元素结合到一起。那么就是在你们已经发布的歌舞中，你们比较最喜欢的编舞或者是编曲是哪个？每个人来说一下。编舞的话，我可能最近就是可能最近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那个归来。归来的舞蹈真的是蛮好看的，就是看似简单，但是你想跳出那个味道，反正我是被就是被指点被虐了很多次，就是主要就是味道。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来着？编曲最近反正还是蛮洗脑的，江疏影啊，就是很洗脑，就是他很魔性，说不上来。反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的表情是，但是他就是一遍遍听下去，他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魔性，然后停不下来。就是哎，你好。二号三号之一吗？然后你挑不出一个最喜欢的，只要他是这样的，他什么都喜欢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刚杀哪，刚杀归来也是，青蛇也是。然后就杀完我的第二天他来找我，然后说谢谢他再来 PK。 我跟你说，我们打归来看五遍。我说为什么要看五遍？你每个人都盯着看一遍。我说点击率一半都是对呀、啊，我在家，他们每个人都看了一遍，从头看到尾，可搞笑了。这是弹幕教我的，他说就每个人看一遍，然后看五遍，然后我就学他嘛，然后真的去看，发现哎，原来每个人看五遍，就是每个人会有感觉不一样，都没有发现很搞笑的地方，可以稍微没站稳。舞蹈的话我还蛮喜欢，像之前的落花情落花情我觉得那个编舞我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像近期的舞蹈我就喜欢归来的江明，因为他我觉得他都很契合那个主题，归来是飞啊那个，然后江明就是主题动作都是画那个领头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老师有在用心帮我们编舞，然后我们跳起来也还蛮有感觉，虽然中间也是出了很多的小差错。然后编曲呢，编曲我很喜欢，玉神
尝试，因为我们加入了，就是我们的制作人真的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，他就是把一些国际上比较现在的一些 trap 融入到那个中国风的音乐里面嘛，所以我觉得就最开始听的时候有点接受不了，但越听越觉得哎，好像还蛮高级的，对，对，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。那个队长说的所有观点我都表示同意，也都是我上，也对，同上。对，我也很喜欢张君令，因为像我们平时就比如说像拍一些写真啊或者拍 MV 啊，其实古装的造型经常有触及到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突破了一下，然后也希望有一些更多现代的东西，而且中国的女性不仅有那些柔美嘛，还有很多刚硬的地方，然后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，就是对，好，OK OK， 你们懂吧？懂。不知道。歌的话，我其实这样子的，我还没有决定回到二战时期，就是我们的时候，当时亮哥是没有说什么东西，给我发了三首歌，分别是《情诗》和《江边恋歌》这方面。分母鸡，这个是七朵复出之后要唱的三首歌，好听了一下，好啊。七朵舞真的都很优秀啊，你们知道的，所以就哎呀收敛点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空，是我们一个没有完成的作品，又是一个遗珠，但是那个编舞是我觉得我们会尝试的去古人版的再重置一下，就是这个有可能很精妙，有可能那些不是是啊。对啊，是啊是啊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反正我们有在啊，好，我们有在那个，希望有一天能，对。好好好，下一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期待就是期待 ，OK。就是。没有，开个玩笑。好，换话题。我们七朵走的是中国风。